好的，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2023年9月24号我到福建去永定参观了他们的5A 级的一个景区，也就是土楼王。这个土楼王就是永定客家土楼王陈启楼，一样这边是要买门票的，当地的地陪帮我们买了门票之后，就他给每一位始终都是一张条码入场的门票。那这边比较特别，他除了扫你手上的条码以外，你进去的时候同时要扫脸，人脸辨识的一个扫脸。在福建这边，有些入住的饭店也都是要扫脸做人脸辨识，跟这个景区都是一样的。爬上阶梯之后，上来之后就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示，标示这边这个土楼呢，它这个风景区是5A 级的一个风景区。要走往陈启楼的路上，一样这边跟在云水崖那边都会有路边的小贩，那你有看到这些小贩卖的东西也都是小贩，一样的，这边也有个小贩，今天是礼拜天，一样是没有出来设摊，代表大陆这边目前的一个旅游的景区的一些游客并不是像想象那么多，所以说这些店家呢也就是没有开。老板，要不要带点天麻？这边有看到中药材天麻，那另外看到这家中药材呢，很特别。这边他抓了两只野生的，就养在这边。一样，这边的地陪啊，也是拿的扩音器，他的扩音器只要广播的话，像头像尾全部都听得到，音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走过商店街之后，前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土楼王这一个区块。我这次先从侨福楼这边先逛起，之后再走到陈启楼。明显的看到这个侨福楼，它外墙的部分有涂抹石灰上去，所以说这侨福楼看起来有整修过，它墙面上外观的墙面上比较是平整的，跟一般我们看到土楼都不大一样。等会看到的陈启楼，它的外观就是没有涂抹石灰，所以说不会那么平整。有经过整修的土楼，毕竟看起来就不一样，看起来就是有像先前看的，他们有整修的有什么不一样。那这边感觉上比较干净一点点。离开侨福楼之后，我们要转到隔壁的土楼王陈启楼。接下来这一段让各位看原汁原味的导游如何介绍。新义土楼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传承土楼，未来要传承土楼，保护土楼。但是开发景区对土楼的损毁还是比较大的。新生
上看到，我们福建山区里有圆的，有方的，有五角的，有八角的，像个井，一天还冒三次烟，以为是核武器导弹发射。来，我们各位朋友，大家把手机放到拍照模式。来，江导的找个最佳的拍照点，最佳的。
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你就要解决小孩子的问题了啊。小孩子的问题是什么？主要就是读书，对不对？啊，所以第三环就是我们的私塾学校，小孩子读书学习的地方。不管你买不买，那就。好的，好的。你那边，那边。
花钱，他硬拽我。来，我请你喝。嗯，好，来，我们家不是，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家的酒的嘉宾。来，好了，上来了。在门口处这边会有拍照的，拍什么照？就如同等一下，来我们的三，来我们三个在你手上，一张20块人民币，就是拍这个空拍的一个纪念照，一张20块人民币，把整个土楼区都拍在你的照片里面。走出城起楼之后，我当然要这边留下我来这边的一切，这就是我。逛完土楼王之后，也是沿着这个商店街往出口处走，再逛一次商店街。先走出来之后，我到他们的售票中心，也是游客中心这边。你看，他这边也是有公交车抵达，只是他的车班并不是那么的多。这个是整个一个他售票中心的一个情景，给各位看一下。刚刚有拍到他们这边售票的价格，那因为拍得比较远，我现在近距离的拍给各位看一下。好的，这就是 DJ 阿周为各位介绍的福建土楼王陈起楼这边风景区的一个介绍。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你就帮我按个赞，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我们后会有期。